可以点头，不要干巴啦。彭小友，嘿 ，Hello， 朋友们。宇哥说，前几天跟小孩子到山上，没有那个野果都还没熟，没有收获嘛。然后呢，今天不敢放大话了。到时候要打脸了。他说碰啥拿啥算了。我的个天哪，那就还是依你的吧。走了，到山上热起来了，宇哥。你那拎的你们过啊？没有。你呀？哦，我那没那么用的。哎，哪个的露露欧登了？俩。找啥呀？八月瓜，以前我在这里吃过，今年不知道还在不在。结没结啊？今年没有结，前面那里还有几颗。哦，山上哪里有什么东西你都知道，家里连袜子都找不到。我是森林之王啊！好多鸟哦，宇哥。对啊。好多啊！他们不怕冷吗？他那么多羽毛，怕冷的。今天真的很冷的。他怕我，宇哥。他妈的！他主要是怕我。那他忙掉没弄啊？硬瓜被咬的。遛狗。那宇哥你去哪里？我遛狗。分道扬镳。哎呦，这太短了，这个打不到。我看那个还轻呢。轻的很嫩啊。我上去打下来。哦，你就是想让带我来拿野栗子是吧？碰啥拿啥。话不能说太满是吧？我地上找一下，看有没有掉的那些。整了两个，你看，你还是绿色里面。打开看一下好不好吃？打开给你吃吧。小时候我们吃过嫩的，它就像板栗一样甜一点。嗯。哦，有刺，小心哦。那这么小的。你先尝尝看。我先尝。有肉没有肉啊？什么都没有，一层皮，没有肉。哦，这掉下来本来就是不凉的，应该还没到熟。嘿，这啥东西啊？宇哥，嗯，这么大个篓子嘞，不能空篓而归哦。肯定不会的，我到树上去摘，打下来。你准备上树去啊？爬上去啊！我是山猴子。行不行哦？这个是我抱不过，一个人抱不过去的。两个人抱吗？两个，你过来啊。看你表演啦、啊！看不去，鞋子脱了可能可以。哎，我上不去，哎呀，要不要推一下你？哎呀，这个年轻人可以啊！老了，现在是。我感觉你可以，如果是我真的爬不上去。小心啊！一定要小心，以安全为主。咬不动，那怎么办呢、啊？根不好办，对吧？那只有等到时候，它全部掉下来，在树下捡那个一堆一堆的，那就爽了。要拿杆子再打下来。我递递一根木杆给你啊。嗯，还是算了吧。算了，下来危险，快点。下来吧，不要在那里搞了。我上去。好吧，你爬得高，看得远，下来啦。我上去看一下，好久没爬树了。哎呦，手脚不听使唤了。下不来了吗？有点恐高了。你像丫头哥一样了，快下来。休息一下。我上去接你啊，到时候两个人都下不来。带个降落伞。降落伞就没有，那个啥啥伞就有，那个什么白伞伞、红杠杠就有。你以为哦，刚才你上树容易下树难呢，现在，这个野栗子它都是结在那个树枝的最末端，要一定要等它掉下来，这个太大了，对不对？自然熟啊。对啊，又是灰溜溜的一天。
怎么会呢？跟我这么漂亮的老婆单独相处，不是美好的时光吗？哎呦，神仙眷侣，这个密抹的太甜了吧？有发现、啊、有发现啥东西啊？老虎，黑老虎。有结吗？我只看到那树也没有结，没有看到有结的。呜呼，哎，看到了，有一个，真的。哪个地方？我来看。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在那里，看到没有？哦，黑黑的那一坨那里是吧？拉近一点。看不到，你就我是看到了，你把它拉下来算了吗？怎么拿呀？这个也是个问题，这么高，这个是拔不上啊。想个办法把它拉下来吧。一定要小心哦，实在不行就下来算了啊。一定要以安全为主啊，安全第一啊。实在不行就放弃，知道吧？拿到了。还是我家雨哥哥厉害哦。丢下来吗？可惜只有一个呢。快丢下来啊。好的，看好了。好。三猴子快下来。来了。下树好容易。坐滑滑梯呀、啊！我的个天哪，这么光溜溜的树都给你爬上去了，你还真的是有点厉害不？雨哥，啊，看着这个，我忍不住了，这个黑老虎，想吃了吧？本来想留给小孩的，但是一个也不够分，让他们吵架去吧。我们两个吃了算了。好啊。看起来是没怎么红，但是我觉得肯定也甜了。甜不甜？真的好吃，这个野生的真的好吃。肯定好吃啊，野生的。嗯，你尝一个。真的好甜。那剩下的给你。好的。要分享才好吃啊。真的好甜啊。嗯。哦，前天放的地笼还没去收的，今天顺路把它收了吧。哎，真的真的，那快点快点快点。快点不要抱太大的期待啊，才能收获意外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，你这样子下去啊？啊。太冷了，不要去，不要去了。哎，没事。不要下去了，感冒了划不来。没事啊，我是什么人呐、啊？你什么人啊？你野人你。没事没事，我去看一下有没有。那快点拿出来，拿出来看啊！不要在水里久了，感冒了真的不行的。划不来哇、啊。特别划不来。有吗？好像只有一条这个，那你看，就是这一个有啊。嗯，光杆司令，这一条也挺大的，真的，好像比那天的都大嘞。咦，跑了跑了跑了。跑了。跑不掉。你不要拿来玩呐，对，把它抓回去，抓回去，这个笼子带回去吗？带回去，现在太冷了，不怎么进去了。哦，那回家吧。嗯。你快点把鞋子穿上，感冒了。好嘞。干嘛？喝西北风啊！朋友们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今天娜姐跟宇哥呢，只是收获了一个黑老虎，一条黄鳝。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菱角。哦，菱角。在田里面抓。嗯，但是真的，我们收获了一天的好心情哦。对呀。每天早上出来爬爬山、透透气，真的。心情非常的舒畅，非常的舒畅啊！必须好，拜拜喽，下期再见啊！拜拜。